突然我的那个主腿啊，在膝关节外侧就没劲了啊，突然就没劲了啊。我看到一个挖土机啊，很快的在挖，很快的在挖啊，很快的在挖啊，很快的挖。这个就是在空难现场，离到旁边一点点的啊，人家准备要想建一个纪念碑或者那个纪念墓的那个地方啊，正在快速的挖啊。他们也想那个快刀斩乱麻，把这个事情了了算了，你那些那个设施价值什么也没得到的话，你连这个要求都不给的话，那事情就谈不拢了。所以啊，现在呢，快速的，把那个泥啊赶紧泥了啊，泥了以后，他们就是糊弄一下子，把几个人的名字刻在那个碑上，也就拉倒了，这样事情就像打发过去了啊。所以他们也知道没路可走了，无路可走了啊！呱呱呱呱就离呀啊！就离呀！就这个快速的离呀！这个这是糊弄的啊！就是不是那种出于那个内心的深处来安抚人家，这是打敷衍了事，打发人家啊！这是打发人家啊！这是打发人家啊！这打发人家，不像我们临牌，找了又找啊！要直接找到那个源头去了啊！方方面面找到你源头去了，而且也找到了防止下次类似事件，再发生啊。所以，但是啊，那些无责任者理都不理你啊，只能糊弄就糊弄啊，能糊弄就糊弄。这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一个一个吊在那边上吊啊，绳子是挂在这脖子拉到这那边啊，就上吊了啊。这个上吊指的什么？将来啊，很快啊，这样糊弄过去。你在全世界面前糊弄人呐，很快就被阎王一个一个带走了啊！涉及到那些敷衍了事的人呐，敷衍了事的一个一个会被阎王带走了啊！我眼睛看到一个一个挂在那个像天花板往上挂啊！你们看到，总有人呢在阎王带走的一瞬间挂在梁上的，有的呢是阎王就通过其他手段就把他带走了啊！当然会留几个直接挂在梁上啊，演示给大家看。演示给大家看，好，那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嗯。